八月份幼稚园就要开学了，第三等公所为着师生设想，特别赶在开学之前派出清洁队员前往镇内七间幼稚园进行清扫的工作。除了消毒以外，还佫增加防止蚊虫的药剂，希望借此进一步来保护幼稚园师生的健康佮安全。第三阵的清洁队员分别前往前山国小幼稚园以及其他两间私立幼稚园进行清扫工作，除了消毒，另外也增加防止蚊虫的喷剂。和幼稚园的师长对着第三阵公所的业务服务，拢感觉真大心。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棒。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镇长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真的是太感谢他了。当学校因为是来自很多家庭的小朋友来，所以必须每一天都要有人每天呢、学校都一定要消毒。所以公所这样的一个举动呢，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温暖。今天你有看到在消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稍微解封了啊，就是降级了，这些小朋友又都要开始来做这样的开学动作，所以。我们今天针对期间的一个幼儿园来做这样的一个消毒，希望说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八月份幼稚园特别开学啊，第三镇公所为师生设想，特别派出清洁队员前往镇内七间幼稚园进行清扫工作，为大门口到校园内，包括游戏器具、顶角落，希望借此进一步来保护幼稚园师生在学期间的健康安全。不管是在一个冠状肺炎的一个防治方面，或是病原蚊的防治，能够一次到定位让我们的竹山镇的小孩子小朋友们、幼儿园们都能够做到照顾，因为他们都还没有打疫苗，所以我们希望说今天的消毒是一个开头，慢慢的小学中学要开学之后，我们也会陆续将它消毒得很好，让所有的校园都保持得最安全最干净的一个是学习环境。这个很棒的这种口罩，我们要赠送给我们的小朋友看得很可爱，有水果竹山镇盛产的各种水果都在这上面。主动送上果水的幼稚翠安，为保护幼稚，搁再尽一份心意。山内镇长陈东波嘛预告，八月初十开始，将在全镇来进行大清扫的工作。然后伫咧开学之前，也搁再针对镇内各级学校校园清扫，请镇民共同来配合。记者金川差不多。